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啊？这我以为您逗我玩呢。这种事儿我怎么会开玩笑呢？我俩不合适吧？对不起，我太着急了，你别有压力。要不然，当我没说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，我一直。 都把您当我的领导看，没关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从普通朋友做起。我让你了解我的，你觉得呢？普通朋友。可以。邱总，您哪儿人啊？福建。福建。 啊，福建馄饨好吃啊！嗯，我特别喜欢吃馄饨，上海的也不错。那当然了，而且上海馄饨我爸做的，那是最好吃的。那太有口福了，我要吃还要到店里。没事啊，你也有口福，改天呀，让您尝尝我爸的手艺。那太好了。老板，设备都调试好了。 一会儿你铺好妆之后，我们随时开始。好的，好的，不急，我先夹个睫毛。苏菲姐，你的快递啊，想回自己取，我店里可是很忙的。谢谢啦，未来的大老板。哼，迟早的事儿嘛。捧的越高，摔的越惨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别跟这儿放着呀，马上直播了。哎，好，老板。现在连快递都寄到店里，我这个店啊，怕是要全面沦陷了。 是我让他寄到这儿的，他要搬新家了，还没新地址呢。哎，我之前给你提的要盘你这个店的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考虑了，怎么？钱攒够了？我正在努力，我这不害怕你临时变卦或者坐地起价吗？哎呀，你不是说我还没想起来啊？嗯，那你加油好好干，到时候考虑考虑给你打个折什么的，啊？ 你说的啊，别忘了给我打折。吴优姐，阿姨，我的大外甥，想大姨妈了没有？哎呦，你不说叫姨别叫妈吗？大姨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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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了她，忘了她，忘了她，忘了她。我想死你了啊！哎，哎呀，今天春风满面的，气色这么好，哪里有？ 有什么好事儿吧？没有什么好事儿啊。谈恋爱了吧？哪有谈恋爱？谈恋爱了。哎呀，我不吃不吃，你放下。怎么？我做的卖相不好吗？我要控制自己，不当你小白鼠。谁谈恋爱了？我最亲爱的大姨啊，女要为悦己者容喽。哎，苏菲，这是我大外甥孝顺你的，那就吃吧，太罪恶了，拿走。行，那我打包好给家里二老带回去。 交代一下吧，有后续了这桃花。哎呀，滚！好的。哎，哪个桃花啊？你要听好的那朵还是坏的那朵？呀，桃花多多开呀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谁？今天呀，有人跟我表白了，问我要不要当他的女朋友。 哪位啊？我上司。哦，这么说你没有一口答应这霸道总裁的告白，很冷静。你现在属于冷静期，我做的还算稳妥吧？嗯，稳妥是稳妥，但是处理的一半一半吧。往好了说，你没有冲动，所以你俩不会掰面儿；但是往坏了说吧。 你光考虑合不合适，没有考虑喜不喜欢啊？就我觉得裘总这人挺好的啊！你想，他说你们两个从朋友做起，那就是以退为进的一个策略呀，试试呗啊！在我的评测体系当中，他是以100分男友。别挑了，你这放凉了就成咸鱼了。 Hey, true, don't be afraid.
干什么呢？我给二姨做的好吃的，一会儿准备给她带回家吃。带回去吃？嗯，你不是住她家照顾她吗？带回去干嘛？在她家做多好。我被她赶出去喽。赶出来了？嗯。你小子是不是做什么事惹她生气了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做任何事惹二姨不高兴，我对天发誓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现在出来了，她自己在家不是很危险吗？那万一她……哎。我最近在给他看房子，他还打算搬出去了。看什么房子呀？你是不是忘了你有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？你空一间房，你供财神呢？你让苏菲住进去啊？你还是个男丁，还能保护他？对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啊？不愧是我大姨啊！不过他能愿意搬进去吗？能不能住进去，那不是你应该动脑子想的事儿吗？啊，对了，刚刚你听到桃花的那个事情呢？你在我爸妈面前，你最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啊。走吧。对，打算带我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，咱们就吃什么呗。你没安排好吗？哎呀，不是，重要的不是吃什么，你最近太忙了，咱俩都没时间出来约会了，对吧？最近事儿是挺多的，等我忙完了，我们就多出来转转。好嘞，听咱们家领导的。走吧。走。这可爵士吧呢。嗯。那环境不错啊，有机会再来看看。哎呦。叶达，哎，东子，哎，叶达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东子，这是他太太梅梅，这是我太太佳一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点点滴滴，叫叔阿姨，叫叔阿姨，点点滴滴，哎呀，林叔叔抱抱你们俩，哇，想不想林叔叔？啊，亲一个，啊，哎，看，这俩太可爱了，叶达，一直让你把弟妹带过来跟我们认识一下，你。今天让我们碰到了，他工作比较忙嘛，我是说等他闲下来找机会约你的。好好，哎呀，来呀，哎呀，来，大妈妈接下来，这边来。嫂子真是太能干了啊，给你生一对双胞胎，太让眼红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好眼红的？俩儿子，这经济负担可重了。当初啊，我跟你嫂子，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两个人挣钱，两个人花。现在你嫂子辞职以后啊，只能是我挣钱。全家人花。嫂子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不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吗？怎么说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弟妹你可能不是很明白啊。你嫂子之前是在世界500强里边做到高管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超强度的工作压力，再加上呢我们生儿育儿这个大难题，后来呢我们思虑再三，就决定还是辞职回归家庭。啊，嫂子真是啊，为家庭付出太多了，太伟大了。嗨，伟不伟大也说不上，女人嘛，就应该这样。对，我倒不这么觉得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。在我朋友面前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怎么了？我今天是说错话了吗？没有。女人选事业、选家庭都没有错，她凭什么说女人牺牲就是应该的？那不是别人家的情况吗？对吧？咱们也干涉不了啊。就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你说话别这么直，以后咱们那亲戚朋友都被你怼光了。这有什么关系？合不来的亲戚朋友过来玩也挺好的。我们就好好过我们的日子。嗯。
这我同意。咱们都是普通人哈，咱们就要过实实在在的日子。对，实实在在的过日子。但是我提醒你啊，如果你希望我像你朋友的老婆那样，放弃事业理想，把厨房当成自己的办公室，每天扮演保洁、保姆、管家这些角色，那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，因为我钱嘉一在认识你之前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我知道。每个家庭的情况吧，它不一样，是吧？女性在家里面也可以实现自我价值，而且我也没觉得职业女性比家庭主妇高贵啊。是，我同意你的说法。职业女性也好，家庭主妇也罢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我只是看不惯有人认为牺牲是应该的。我哎，佳玉，我没觉得牺牲是应该的啊。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让你看看人家家里的这种家庭氛围。你想想，你工作一天了，那么多的烦恼啊，那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你一回家，哇，你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小宝宝，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。我现在严重怀疑，今天的碰面是你故意安排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偶遇。是偶遇。嗯，就是偶遇之前就发了个微信，问了一下大概位置。哎，佳怡，这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你看看人家家里边这种烟火气，对吧？我的底线是什么，你应该清楚吧？我们可以因为孩子的事情进行讨论，也可以有分歧，这些都没关系。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欺骗。哎呀，好吧，佳怡，你要是觉得这个事情挺严重的话，我给你道歉了。你不用道歉了。我不想再跟你说，就这样吧，走了。哎，佳怡，佳怡，又跟林月达吵架了？嗯。怎么了嘛？哎呀，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。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怎么那么麻烦呀？我现在特别怀念单身的时光。别灰心嘛，老钱。你说别人家都怎么过的呀？我家也一样啊，我爸我妈那嘴一天都没停的。我小时候，他们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每次吵着都要闹离婚，我听都听习惯了。啊，这得吵多少年才能习惯啊？后来他们吵着吵着，反而吵出经验了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认怂，什么时候该打岔，反而成了一种情趣，真的。婚姻生活就那么累吗？两个人就一直这么斗智斗勇，太消耗彼此了。不，老秦，我只是拿我爸妈举个例子，我不是说你们一定得斗智斗勇，我也不是在鼓励你们吵架。知道，明白。其实两个人有分歧，能吵起来也是好事儿。怕就怕连架都懒得吵了，憋一肚子气。虽然呢我没有结过婚，但是我也懂，婚姻呢是需要经营的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跟林月达日常相处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再往远了看，往高了看，才发现我跟他对生活的期待完全不一样。我也有试着去理解他，但是有些东西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妥协。可能苏菲说的对吧，我这婚结得太草率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嗨，你和林月达本来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，你们在一起且磨合呢，慢慢来，别灰心。好啦，抱抱你。嗯，抱抱。你看，美不美？
来了。哎，你找谁呀？阿姨你好，我叫裘明宇，是无忧的朋友。哦，无忧的朋友啊，那就是我们家的朋友。来来来，先进来，进来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我去，还杀上门来了。我不久前刚刚调任到唯一销售部任总监，和无忧是同事。哦，那这么说，你是我们家无忧的领导了？哎呀，哎，领导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这位是伯父吧？您好，我叫裘明宇。你好，你好。您好，您请坐。哎，谢谢。坐坐坐坐。我们家无忧一大早去跑步了，你有事情吧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叫他爸爸去叫他一下。哎，很方便的。不用，叔叔，我没事儿。我刚好这个时间和二老聊聊天，我做个自我介绍吧。祖籍福建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。我有个姐姐嫁到新西兰，所以我父母和姐姐一起到新西兰定居。我目前是独自在国内生活，单身。老吴啊，单身？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喝茶，喝茶，谢谢。干嘛呢你？在我家门口鬼鬼祟祟。嘘，姐，我好像卡听到那个叔叔阿姨在里面吵架，你就先去我家躲躲。少骗我，怎么可能？我爸妈吵架，我应该在一楼就听见。哎，姐，就先去我家躲躲吧，一会儿波及到你了。走走走。我为什么要去你家？我不想去你家见到那个讨厌鬼。裘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说你想吃酒糟虾，我买了新鲜的虾就送过来了。哎，我就随口说说。跟我还这么见外，都是朋友。啊，你们聊你们聊，我和无忧爸爸去包馄饨给你们吃。嗯，好。无忧一直夸叔叔包的馄饨好吃，我一直馋这个。无忧这个馋丫头啊，就喜欢吃我包的馄饨，可香了。不是吹牛啊，荠菜鲜肉，行行行，鲜得很。啊，小雨也来了，哎，待会儿一起吃馄饨啊。好嘞，好嘞，那我先去拿点醋和虾皮啊。哎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抱歉，我来早了，打扰你们一家了。不会不会，我就跟您客气客气，没想到您还真不客气。啊，周末我们家冷清，我爸妈就喜欢热闹，您来的正好热闹。那你看我能帮什么忙吗？那不用，你喝茶就行了。我进去换件衣服，刚运动完。叔叔阿姨，我来帮忙吧。哎呦，不要那么客气啊，你坐你的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可以了啊。你是客人，不用的。哥，你快醒醒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情敌来了，都杀到家门口来了。嗯，哎呀，就是一直追无忧姐的那个裘总，现在直接上门来了，现在他就在无忧姐家里，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看着可气人了。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无忧姐可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哎呀，哥，你别睡了。滚！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，这样无忧姐可就嫁给别人了啊。好，你不管是吧？那我只能自己孤军奋战了啊。看我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小雨，何呀，阿姨好。哎，今天太热闹了。哎，你有事情吗？我的开瓶器找不到，能不能
借用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帮你找找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好的。何总，没想到您和无忧是这么近的邻居啊。我也没想到你会来。坐。一大早喝红酒，这样对身体不好吧？哎呀，对呀对呀，一大早喝红酒啊，对你的胃不好。哎，今天你就在我们家凑合一顿，我们家今天吃馄饨，热闹。好的。不用。来来来，两位入座了，我们开饭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无忧，你坐这儿。谢谢。哎，好，我坐这儿一样的。谢谢谢谢。爸爸。哎，来来来，来喽。裘总，叔叔阿姨可能不怎么能喝酒，没关系，今天我来陪你喝。好啊。首先，我想借花献佛，敬何总一杯。何总，其实应该单独邀请你的，但是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机会，谢谢你对我们无忧工作的支持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你们无忧，我姐什么时候？说的没错，你是无忧的上司嘛，上司对下属好，说明你领导有方。我们不要谈工作了，好吧？大家一起吃菜啊，菜都凉了，来。何总，你试试。我过敏，谢谢。裘总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的，可熟了。那天晚上我们还跟姐一块儿看星空、看烟花，可浪漫了，是吧，姐？夏日，馄饨不好吃吗？好吃就多吃点，别说话。吃吃，小雨，吃馄饨，馄饨很好吃的啊。什么情况？小雨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和他说的吗？你不是不当回事吗？你最好让他说话小心点。心虚什么？姐，我总听你说公司里有人高高在上，剥削劳动力，不近人情，还不停打鸡血。这种人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找他算账。哎呦，小雨啊，算什么账？算什么账啊？我包的馄饨不好吃吗？哈哈哈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小何啊。尝尝我的手艺啊！这个小馄饨很好吃的，要不要吃一点醋啊？吃还是不吃啊？要吃就多吃一点啊！叔叔，我敬你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呀好呀好呀，常来玩啊！
你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吃这顿饭？我们很熟吗？我们难道不熟吗？哦，再说是阿姨留我在家吃饭的呀。我妈那只是跟你客气，你还真留下了。你不觉得别扭尴尬吗？我不别扭不尴尬呀。我为什么要别扭？为什么要尴尬？啊，你别扭，你尴尬了。你是在想绕口令吗？啊，总之我跟你讲不清楚，以后我的事情你们不要参与了，好吗？我别扭，我不尴尬。我为什么要别扭？为什么要尴尬？你别扭，你尴尬，所以你才会问我，我别不别扭，我尴不尴尬？哥，无忧姐不会真的跟那个裘总谈恋爱吧？我哪知道？看姐那表情，好像还挺满意的。你说姐也真是的，怎么就选这么个人当男朋友啊？那不是她男朋友。现在不是，过几天可就是了。哥，你说咱们想个什么法子来应对一下？你干嘛什么都要问我呀？我怎么跟你聊上这个了？我有病啊！我真的是，那小屁孩儿。知足了，知足了，知足。哎，喂，小黄吗？啊，是我，前几天跟你去看房那个，我有事儿想跟你商量。这么好的房子还这么便宜啊？是这样的，这套房子呢有一个房间，房东当做储物间来使用的，所以现在对外出租才会这么便宜。啊，怪不得。不过我没关系的，我就一个人住。那会不会与实物不符啊？您放心，我们是品牌公司，绝对不会弄虚作假的。您这是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明天我找你签合同去。好嘞，姐。嗯，会不会太幸运了？哎，佳怡，你回来了。我一会儿做饭，你在家里吃吗？
林月达，在干嘛？你把我的避孕药换成了叶酸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想跟你要个孩子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想要孩子，是我的表达有问题，还是你的理解有问题啊？佳怡，你的想法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想法。我真的特别喜欢孩子。你当然可以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我们的观点可以不同，也可以因为观点的不同而选择分开。但是你今天这个行为，实在是太恶劣、太卑鄙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怀孕了，我也会把它打掉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生小孩。行，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了，我们就说开了，好吧？佳怡，我喜欢你，我愿意把你当女神，但是我们结婚了呀。我只是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我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我有错吗？生孩子是一个人的事儿吗？两个人的事情啊，所以请你不要唯我独尊，好不好？唯我独尊？没有吗？这个家里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呢？佳怡，我们年纪不小了。我们父母也盼着我们想要一个孩子，能不能体谅一下我？我体谅你，你体谅我了吗？你知道我在公司压力有多大吗？我很有可能因为要一个孩子连工作都丢了。佳怡啊，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。你跟我吵架的时候都想着是工作，你跟我结婚就是为摆平工作。对呀，你不是早就知道吗？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太自私了吗？可以啊，林月达，今天终于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我唯我独尊，我自私。既然我们三观那么不合，那我们离婚吧。佳怡，各位女士们，用餐愉快。你不再考虑考虑了？不考虑。不愧是佳怡，几个月前闪婚的时候也是这个状态。那我们应该说恭喜呢，还是节哀顺变？哎，走开走开，忙点去。嗯。我要是找这个姓名算账。你给我坐下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，我也有问题，我自找的。当初他怎么在我面前保证呢？他是怎么亲口跟我说他会爱你，永远都不会变心的？男人说永远都不会变心这种事儿呢，向来都是鬼扯的。人家没变心，关键是我们根本就不合适。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现在这个结果，我受得住。当初苏菲就提醒过我的。我的确没有为经营婚姻做好准备，或者说，我根本就不想经营。这么说起来的话，其实我还挺对不起林月达的。哎呀，老钱，你也不用自责，反正只要你自己想通了，我们姐们几个永远站在你身边。有你们在，我就踏实。没事儿，我现在挺轻松的。姐怎么说也算是进围城兜了一圈，我是进过城的人，现在出来了，恢复单身，还望各位姐妹多多关照。好嘞，气氛搞起来啊！酒吧走起，为了庆祝老钱重获新生，嗯，怎么样？
走起，走起。扶好了，你别一会儿掉下去了。哎呀，小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林月达啊，我知道，他就是一王八蛋。他以为老天身后没人吗？哼，明天我就去他单位堵他。不是，你堵他干嘛？骂死他！他这种人光长个儿不长脑子，我就骂到他多也没处躲，藏也没处藏，我臊死他。离婚的是人家钱嘉一，又不是你。他都不难过，你激动啥呀？我何止是激动啊，我是很生气。老钱是我的铁磁啊。不过也好，单身就单身呗。你扶好，就可以跟我一起做快乐的单身狗了。好，你真的觉得单身狗他快乐吗？难道两个人的爱情他不像吗？爱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二姨告诉你啊，啊，爱就是短暂的多巴胺，瞬间就没了，最不靠谱的东西。所以好的爱情和好的婚姻，那简直就是撞大运。二姨，这世上是有很多渣男，但你不能一棒子都打死吧？你不是之前在直播里经常说，遇到好男人就得抓住，得抓住啊？是啊，我说的没错呀，但是好男人很难遇呀。我未来的那个男人，他可以亲吻我，浪费我的口红十次，但是别想让我难过伤心，浪费我的睫毛膏一次。所以啊，单身也没有关系，不要自寻烦恼，要好好的生活，刷刷剧，看看手机，不香吗？骑着我们心爱的小摩托，不开心吗？我的助理小熊，不靠谱吗？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一会儿摔成小土狗了。小土狗长命百岁。单身狗万岁。哎呦，哎，小心小心，我是骑车的。呼驾啊，怎么停了？到了啊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这是我的新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，你跟我说的，你忘了？是吗？啊，好吧，谢谢送我，拜拜。拜拜。跟着我干嘛？我送你进去啊。不用。那里面太黑了。一点都不黑。可是不要再可是了，我自己回家可以的。OK。好好好。又想流鼻血了吗？我的新家绝对不会对外开放的，上车。